秘境入口处的植物已经开始变异了。秘，仅一丝散逸灵气，就已经出现变异生物。那个灵将军说的对，人类确实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些怪物。果然，这个秘境马上快要开启了，但只入口能进入的话，大概还需要3个时辰。 先派隐身石进去探探，这处秘境果真如此庞大，我放出的神石都消耗殆尽了，还没探到尽头。不准动！嗯，你确定你的刀有用？小心眼睛被闪到哦！我的眼睛！哼，居然还有其他修士和我一样藏在雇佣兵队伍里。 我要将你大卸八块！那就是你说的大卸八块，挠痒痒吗？什么？等一下，别伤我，我是 W 社的人。哼，有什么话下辈子再说吧。不过这个 W 社又是什么奇怪的存在，要不断的浮出水面了吗？至于这个秘境入口，就先关闭了吧。 搞定一处，接下来去关闭下一处秘境入口。快点下去！刚刚在坑底没信号，居然有这么多外界来电，这么快就发现了新的秘境，过去看看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妞，别躲了，快出来和大爷亲近亲近。这个混蛋是故意针对我们的。 我们的兵器法术根本发挥不出威力，对不起了小狐狸。没想到我们居然被但丁盯上了，以后我会创造机会让你逃跑。没关系的，可莉亚姐姐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但丁，何必这么咄咄逼人？你要是想进入秘境，我们可以共享这个入口。<笑>能独占，为什么要和你们共享？而且。 遇见美人这种好事，可不是次次都能遇到的。去，小狐狸，就是现在，快跑！竟然敢弄伤我，今天谁也别想走，你们的下场会很惨。就先从这个畜生开始。不要！那你们就一起下地狱吧。 什么人？欺负可莉亚姐姐，你真的惹怒我了？你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，也想吓唬我？下地狱吧！啊！<笑>我要你好看！小狐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<笑>拿命来！ 还不错，轻落的天赋神通，初雪莲居然也可以操控住几分威力了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我加入你们确实有别的目的，但请你相信，我绝对没有要害你们的意思。师傅，你来了。抱歉了，各位，猎徒给大家添麻烦了。初雪莲已经这么强了，此人居然还是初雪莲的师傅。 那得强到什么地步？拜见前辈，多谢贵徒的救命之恩，是我们永远不识泰山之前多有唐突。无妨，不知者不怪。我寻来是另有要事，不知道这座秘境入口，你们准备如何处理？之前是我们无知，不知天外有天，没想到这个秘境居然吸引来了如此多的高手。凭我们的实力进入秘境，恐怕凶多吉少。 前辈若是需要的话，这处入口便交给前辈处理好了。那我便不客气了。小狐狸，以后若是来西伯利亚，一定要来找姐姐玩。好的，可莉亚姐姐，我会想你的。这个入口若是想要完全打开，至少需要3个时辰。看来所有秘境入口都是同时打开的了。嚯！ 要是有人知道这么多人抢夺的秘境入口，居然被我们随意破坏，一定会心态炸裂吧。
第二出入口搞定，你不会舍不得了吧？要知道，我们的任务可是阻止秘境出事。就这样一处出入口找下去，一定会找到雪溪的吧？师父，莲友也传来讯息，他那边的入口也是真的。又是一处真入口，这座秘境的入口到底有多少？美丽的女王大人，感谢您解开了先祖的封印，不知道能否有幸请您喝一杯珍藏的美酒。好啊。遵命，女王大人。主人。我的舌头。莲幽，你又调皮了，还不快放开那个雪修。谁叫他要灌人家酒啊，一看就没安好心，不如把他们全灭了，我们霸占这处秘境入口如何？女王大人饶命啊，这可是先祖留给我的。要秘境还是要命？要命要命。